川著名的观光景点乐山大佛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石刻的雕像了，怎么最近竟然开口来唱流行歌，一改庄严肃穆的形象，在网络上面爆红。从唐代兴建完成以来，乐山大佛始终肃穆地屹立在闽江畔，但经过网友哭诉，乐山大佛现在竟然也能开口唱歌。乐山人拉了张的船，叫火日看到切口袋，乐山人女人好漂亮，名为乐山大佛开口唱的短片被PO上网之后，立刻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原来作者是土生土长的乐山人，网名为草根特效师。由于酷爱动画电影特效制作，因此牛刀小试，顺便也宣扬一下乐山的草根文化，而选择全球最大的石刻雕像作为创作主体。有人称赞他创意十足，但也有人批评拿佛祖开玩笑很不敬哦。无论如何， Q 版的乐山大佛在网络爆红，也再次炒热了乐山的观光潮。中天新闻白倩瑜综合报道。